今早嘅街站咧，我哋就嚟到機場三跑嘅地盤嘅寫字樓。咁啊，呢一個會係咧我哋機場擴建嘅一個好重要嘅工程，將來我哋能夠更加好咁發揮喺區內嘅國際嘅交通樞紐嘅地位。填海650公頃啊，而且咧出年第三條跑道咧就可以開始運行啦。然後2024年咧，整個三跑系統就投入服務，仲有機場嘅好多嘅其他建設咧，都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之中。我希望咧就話工程界多啲支持我哋三跑，你多啲支持阿 Dr. Low。係，好高興今日阿 Dr. Low 嚟到地盤幫我哋打氣，繼續支持香港嘅工程界，支持香港嘅建築業。多謝。希望大家繼續咁樣支持 Dr. Low， 為香港工程界發聲發力。我哋嘅工程團隊好嘢 ，yeah！